创作是一团火，带给我们温暖。这团火应该是生生不息，直到他们出现。不断战斗，消耗创作的力量。纵容抄袭，世界会变成点？守护创作，击退侵权。创作是一团火，带给我们温暖。这团火应该是生生不息，直到他们出现。不断战斗，消耗创作的力量。纵容复制，世界会变成点？守护创作，击退侵权。创作是一团火，带给我们温暖。这团火应该是生生不息，直到他们出现。不断战斗，消耗创作的力量。纵容非法翻译，世界会变成点？守护创作，击退侵权。